充饱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超过了八两，超过了半斤，怎么的？超过半斤，请金军喝瓶奶茶。是。我靠，苏估计有点吓到了。飞法，刚刚都出来了，我引错了。我问你中了。直播升煞。有他没多大满？好大个头。七八两有没有？单紧说。不要引跳了，直接下钩。应该还会起。我以为你在干嘛？我勾他。我以为你中了，我不。有他没有？感觉猪一样的对手队友。吓跑了吗？我引他引出来了，他一翘又跑进去了。来了没有？没有。别急别急，慢一点，然后他应该还会来。多屌啊！别多屌。来了。来了啊、哦！是啊，陈哥叫我那个就那一条牙签呢，就放过我吧，陈哥啊。要好轻，中了，没中，中了，有没有半斤？我去，绝对有，啊，好黄啊！我操，这么大！我一来就上大货，我操，半斤，半斤有了，刚刚说什么？啊，我感觉我要那个了。我不知道说什么，我过去吧，过都过去了，不要再提了啊！谁说过去了？过去了，你就当都过去了，好不好？你过去了，我们没过去。嗯。